弘扬佛法，利益众生，尽在生命电视台。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长老简介：能学长老号元慈，嘉义县东石乡人，16岁时出家，民国44年受比丘戒，民国45年入福严精舍清净应顺导师6年，民国53年任南普陀佛学院以及慈明佛学院主任兼教授，毕业于香港门人大学文史系、珠海大学文史研究所。人称现代化僧的能学长老，为人慈悲，佛学素养深厚，40多年来一直在艰困的环境下默默从事翻印白话佛经的书圣工作，近年来办理佛学自修班，并且成立育幼院收养孤苦无依的儿童沙弥，现任高雄县阿莲乡新超峰寺住持以及白话佛经杂志社发行人。各位观众，大家好，阿弥陀佛。我是高雄市阿莲区新超峰寺的主持灵合。我平时拢将佛经甲翻译白话较袂用，而且经费也有限，所以所讲无遮济。各位若是有啥问题，煞敲电话来问我。咱今日继续来讲这《楞严经》第22集。这集主要的这段就是佛陀咧破阿难尊者呢，就讲这个，伊认为讲对境对外境，若无执着，可是伊也有一个。会了知的妄心啦，伊就自己认为讲，迄就是真心啦。经文安尼讲，阿难的佛言：世尊，我识见佛啦，以大目莲殊菩提护莲哦，舍利弗，四大弟子。中转法轮相言，各彼分别心性，彼不在内，也不在外，不在中间，其无所在，一切无著，名是慧心。即我无著，名为心吼。这段意思就是讲。阿难尊者禀告佛陀，安尼讲：，我世上最尊的佛陀啊，我以前啊，捌看到你佛陀含遐大目犍连尊者、娑婆提、护莲那、舍利弗等这大弟子做伙咧。转法轮，就是讲做伙伫遐弘法利生。恁啊，定安尼讲，讲即个会觉察了知的分别的心性，既不在身体内，也不在身体外，也不是在心经含六经的中间。
都无一定处所，对一切无执着，安尼就叫做心性。那么那安尼讲起来，我现在我心那无执着，这就是叫做我的真心吗？经文安尼讲。不言阿难，你言各地分别心性，其无在者。世间虚空，坠落飞行，自所物相，名为一切。你不得者。为在为无在了，那无呢？你是在还是无啦？哈，那即使是无，都当于迄个孤魔脱壳，温和不得啊，又不得者。不可名无，无相即无，非无即相，相有即在。云何无着？是故应知，一切无着，明觉之心，没有是处。这段文的意思就是。佛陀咧破阿难，佛陀甲阿难尊者安尼讲：，你讲你会觉察的了知，会分别的心意，都无任何地方存在。世间的虚空，水来陆地。飞翔的、行走的，一切各种万物、生物，一切法都对了。名叫做一切万物。你对这一切心不生执着，你的心是存在还是无存在呢？主要关键在这心了。你虽然无执着啊，但是你的迄个心是认为有存在是无存在啦，啊，哎呐，有存在就是唔对啦，就是伫遮啦。讲如果心无存在，就像迄个有名无实的迄个孤魔脱壳，孤脑门。孤都无门，所以你讲去找孤门，那是虚假。啊，兔仔都有耳啊，哪有角？所以讲你去找个兔仔角，迄嘛是无空虚无买着物件。既然买着心，那讲啊不执着呢？那心都无啊，佮讲心无执着。如果心是有存在，啊，但是无执着，安尼就袂当叫做无执着。你无执着是对外口一切无执着，你对心啊是执有一个实在心，因为好执有个真一个心啦。如果无那个相，就是无心存在。心不是那个存在啦，就是有着心相。有心相，就是有执着。心存在，你安怎会讲无执着呢？
因此你应该知影，你认为心对一切万象、一切万法无执着，就化作明觉彼了彼分别的真心，这个道理讲不通。意思就是讲，你认为讲你对一切万法无执着，可是你认为讲迄个是你的真心。阿佛陀讲，你虽然对一切万法无执着，但是你心呐，还有执着一个实在的心，安就是还有一个心的执着，安那会使讲是无执着呢？那就是妄心，也不是真心的啦。伊内底有讲着几个大弟子，我伫遮小我解说。第一个木建连，普通简称叫做木连啦。咱讲木连尊者救我，木连救我啊，是佛十个大弟子中之一，是心通第一的。伊住伫迄个摩羯陀国，喺王舍城外。摩羯陀国嘅首都做王舍城，伫咧王舍城。伊最初是下迄个三世嘅外道，后来含舍离婚啦，做回来义父出家啦。两个拢总带250弟子来皈佛出家，啊，助佛宣扬佛法。啊，有一摆伊伫迄个禅定中啦，看到因老母业障重，就伫迄个五鬼道中伫遐受苦。五鬼呢，就是六道中的，这鬼道，畜生、五鬼、地狱，所谓五鬼吼，过去世拢食淀贪，唔肯布施啦，人讲一毛不拔，食淀贪，啊到嫉妒，最后你拢会坠入五鬼道。啊，无鬼是安怎受苦呢？迄在迄个描写讲无鬼吼，一个目肚大甲像暗光啊，迄个迄脑后小甲像迄个尖片尖个空，啊伊定当遐受迄极高个痛苦，逐日都看到物件流出去烂。啊，想要吃，可是吃不到，较好物件都吃不到。为什么吃不到呢？原来跟较好的物件，摕来到伊个嘴口，伊嘴吼，自然就会吐血，把迄个好食的物件烧到变火炭。这就是过去的迄、那个。健贪的罪孽，健贪火啊，是到要滚进火炭，永远袂当吃。所以咱咧超度，讲咧坐岩口，岩口啥意思啊？就是迄恶鬼，嘴会吐火焰，所以做岩口。啊，岩口就是咧超度，咧破尸。事实啦，啊，所以坐岩口，啊，用迄个佛法，把化迄个业障火，所以火迄个嘴袂吐火焰，哎，伊才会当受息、受供养。所以咧，普普陀啊，坐岩口就是这意思。伊嘴会吐火焰，食袂到，所以用佛法来甘露，甲杀伊才会当。
火焰花起来吃得到哈、啊。所以目犍连尊者，也是定中看到因老母在世间他妈对着月月几多咧受苦，就食伤心来见佛，讲请佛解超救我解超度因老母。啊，佛陀就安尼讲啊，讲恁老母的罪业足重吼，毋是一个人会当甲救度化解，一个人的法力无够，你爱靠这众生，所有出家人吼，法力才有办法甲超度。讲你到这个古历的七月十五迄日吼，所以咱普陀拢伫七月十五就是安尼。七月十五迄日，迄日做净祖主日啦，就是讲净团吼，自四月十五开始结下安居，拢无去外口托钵，啊，拢伫迄个寺内安居，因为去外口托钵吼，有忌吼，无方便，而且出外大师加济遐，有忌个地上的蚊虫足多，爱大师食济蚊虫啊，所以拢伫寺内安居啊，信徒摕来供养啊，供养到七月十五，或者圆满日。迄日为什么做净祖主日呢？净就是讲净团吼，祖主就是讲。祭祖就是讲随自己意，到迄日圆满吼，大家检点家己看有犯着啥过错，啊犯着啥戒条，啊别人若有看到你犯着，我会使去自由检举事实啊，记出啊，但啊净团中忏悔安着消业障、消罪就对了，或者净祖祖迄日。啊！你佛陀甲阿拉目犍连尊者讲你迄阵吼，你着准备一寡啊，百味就是讲，主要食茶草啊，几百项，是表示食济啦，毋是多一百项。就像咱咧普渡也是要恭敬啊，煮几啊十项哈，各种安尼，食好诶滋味来供养出家人恭敬啦。所以現在攏，即个在家居士攏捌七点啊，攏每年攏，嘛攏咧恭敬，啊嘛攏来规台游览车来请我去台顶诸法，啊每年攏我攏去两日，台北较远我无去，台中举办即摆攏伫五日咧三恭心，啊上尾。最近前礼拜，搁伫中华体育馆，迄举办拢，在家几啊万人，啊起来恭敬恭佛，啊出家人去应供的，拢几啊千人，啊当卖拢一个月前就来，游览车几台来送聘师，请我做主坛回信。拢总十几个去台顶，来上经上经三经安尼。我已经拢倒十几年啊啦，因拢食天成，这就是百味共精啦。啊，佛陀讲，你着利用迄个七月十五共精因吼，啊，准备百味去供养精团所有这高精大德可因的法力。才会当超度恁老母，这就是为什么叫做无难品分会啦？无难品就是救道贤的意思啊！啊，所以这就是后来七月十五普渡的来源。啊，所以因老母就因为安尼吼，靠众生的法力解脱升天啦。咱讲木莲救母典故就是安来啊。啊！可是木莲吼，前世欠人一条命，
所以有一日伫迄个树啊坐禅，伊知影迄外道要来甲讲死，伊都无爱走，伊讲这我知影宿业有欠命，爱行，无行阁过几十劫相共拗得爱行，所以坐伫遐，互外道甲讲啊死，伊比佛较早往生。这娑婆提呢，亦做空性啦，还是显现？伊是佛十大弟子内底了解空理第一。出世伫迄个夏威国啊，诶，婆罗门族。伊本来遮恶性，真狠心足重啦。所以因家族朋友拢食讨厌因，啊，伊全家己厌世入山修行。尾啊，迄个山神哦，甲引导伊来皈依佛出家，啊，佛甲降服伊，就真费心，所以伊就改革啊，啊，种阿罗汉果了啊。我本人离开台湾五六冬，等我台湾了。看到这个古文的佛经足深，所以发愿，每一本拢甲翻译白话。我即嘛翻译142本，每一本翻译好，拢印几万本，全台湾各间大学、各间佛寺拢加结连。啊，若是在家居士，有随喜助人都加开。啊，即嘛。全世界大陆、东南亚、美国、法国、英国、澳洲、纽西兰，拢捌消费来甲讨。迄日卖西亚一个林皮书，带来甲讨百几本，讲伊伫卖西亚要设一个国际网站，将我翻译个白话佛经，放互全世界收会到。啊，咱遮若有一点收入，就拢印经送物咧卖，啊，搁救济急难，搁收几啊孤儿。用智能带电视方法办一个佛学自修班，啊，继续不断地招收一挂男众、女众，想要出家培养因将来当为佛教方法立身。啊，我伫电视所讲的这，因为出版电视讲演集教本啊，各位若有需要，煞敲电话来本市。咱遮头前边就是镜头这间。内底有一尊300吨的观世音菩萨，那是清朝台湾地府金公主，由南海菩萨三请啦，真请南海观世音各地来参拜，拢得到真大灵感，含我家己嘛得到真大灵感。89年前，我予人诬告陷害，上庭法院到最高法院判我死迈无罪，但是以后阁要直直甲上诉。我跪伫这300吨观世音菩萨头前呢，求观世音菩萨解解救。有一人望见观世音菩萨在我头壳顶，甲我嗅甘露水。果然无偌久，最高法院就将伊上诉，甲驳回。讲你到即马提不出人情物情，拢无新的证据，袂使阁上诉。到这为止，啊，才三审定谳，还我清白。这就是观世音菩萨甲解救的事实。但愿观世音菩萨保庇大家平安，感谢各位，阿弥陀佛。严果察新桥方士，供奉南海普陀山300年观世音菩萨圣像，欢迎一方信众前来朝礼。新桥方士数十年来推动一印白话经济，
九十多本，赠送海内外。另外，办幼学自修班、修养高二等，培育未来方法人才，并且办理慈善事业。因为经费有限，恳请十方大德来扶持。划拨号码：0044858584，户名：新超公司，电话：0736312291。6318391，地址高雄县阿莲乡凤山村95号。感恩能学长老一生慈悲开示，弘扬正法，祈愿长老上品上身，早日趁愿再来，广度众生，利乐有情。一个人吃饭，一个人度日，这是若是独居老人的日常，却像是我们的居家隔离生活。虽然这段时期偶尔必须保持距离，但当我们见了面，一句问候，一个祝福，一份关怀，一个陪伴，就能用爱拥抱老宝贝。华山基金会邀您一起拥抱爱，不孤单。高雄弥陀海明寺发起与佛有约，成就山门之构建。缘起民国96年，恩师进宫上人，命悟豪来到弥陀海明寺发心整修，至今工程中包含购置茄兰殿前广场、右边土地及凉亭小木屋之建设，内部寮房重新装潢及各殿整修粉刷，乃至宝塔重新整修、假山停车场及电梯安装，业已完成，让海明寺令人容易放松，清静而不严肃，却不失庄严的修行道场。唯独海明寺尚无山门，而此时机经济疲乏，前方土地、民房及盖山门工程预估约5000多万，故生此念，开放宝塔五楼僧众塔位给50位，发心护法 VVIP 功德主与佛有约，来成就山门之构建。此因缘记载，海明寺后代佛子佛孙莫忘施主恩，应欢喜履行与佛有约之义务条款。洽询电话：0761196241，0761196241，高雄弥陀海明寺。Om Vedasato Samaya Mane Palaya Vedasato Tinova Tidadito Vibhava Sotokoyo Vibhava Sopuchayo Vibhava Anarato Vibhava Savasite Vibhaya Savakama Sutame Tidam Chiyam Guru Hum Hahar Hahar Ho Bangave Sarvata Sangata Vedama Vimata Vedabhava Samaya Sato Om Vedasato Samaya Manipalaya Vedasato Tinova Tikkarito Vibhava Satakaya Vibhava Sarvachaya Vibhava Anirato Vibhava Sarvasete Vibharayit Ova karma sutta mea te tam shiri yang kuru hong Ahara hara ho bangave sarva tatta gata Beta mami beta beta bhava ma samaya Sato 今日是六斋日，是四大天王视察人间善恶之日，恳请大众修持八关斋戒，不杀生，不偷盗，不淫，不妄语，不饮酒，不眠坐华丽之床，不着香花瓣，不旁游斗心，不观听歌舞，不非时事，也就是持斋过午不食，随喜功德，阿弥陀佛。